切记年龄不可以提。哦。乖啊。这儿。哎，许志。哎，唐林。我好朋友。那姐，我先进去看一眼。行，马上就过来啊。打声招呼。哎，你怎么在这儿？跟你说啊，嗯，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我是为了相亲的。别那么大声，好事儿。我从来没有相亲过，哎，今天还有点紧张，幸好碰到你了。待会儿你过来帮我参谋参谋啊。我来好吗？哎呀，没事儿。而且我跟你说啊，这个人你还认识？我认识啊。谁呀？一位玉树临风、英俊潇洒，而且还特别有才气的男士。哎，想不起来谁呢？我先卖个关子吧，待会你见到就知道了。菲菲，怎么了这是？哎呀，话都不会说了。咱们三个，他们一屋子全是人，怎么都失重了？哎呀，爸爸怎么办呀？人再多也是麻雀，麻雀能有老鹰厉害吗？就是，走，会会这群麻雀。姐姐长得萌萌的，服务员，把菜单拿过来，来，快点，快点，来来来，快，来，亲家公啊，您呐是这个知识分子，文化多，您来点。上面别客气，来，点菜呢，确实是一种文化。对对对对对。但是今天你们人多啊，我们少说不能多说，还是你们点吧。叔叔，您点，叔叔。哎，秦建国，你千万可不要太客气了，不用怕花钱。对，叔叔点，不怕花钱。哎，就是啦，秦建国，我跟你讲啊，想吃什么点什么，点最贵的都没有问题啊。啊，那个啊，服务员啊，哎，服务员，我跟你讲啊，我点这里啊是那个我们家乡的火腿，还有这个熏鸭、咸鱼。我告诉你啊，这个火腿呀，一定得用清水煮啊，千万不能蒸出来的不好吃。你记住没有啊？哎，我说你怎么这个样子啊？你没记住赶紧去记呀！好啦，不要为难人家小姑娘了。待会儿让我去厨房盯着他们炒。哎，行行行，接个电话。这大白天太不像话了。不好意思，我上个洗手间啊，你们看着点，看着点啊。好，好，好，你去去。五分钟就完事儿了啊，然后马上赶过去，就这样。哎，小姐你好，请问三号卡座在哪儿？那位小姐坐的地方就是。啊，谢谢啊。客气。哎，大壮，五分钟赶不过去了，这边事儿有点急，好吧，你帮我盯一下啊，然后我晚点过去，就这样挂了。小姐，请问这是给三号卡座送的吗？是的，先生。我是他朋友，我来送吧。嗯，好。谢谢啊。不客气。这位小姐，您的啤酒，谢谢，放一下吧。这位小姐，我想提醒您一下，您点的这种比利时私酿熟麦啤酒，后劲儿很大，喝多了会上头的。尤其是如果您待会儿要会见对您来说很重要的人，您可不能因为紧张而用喝啤酒的方式来缓解。
你怎么觉得我要见重要的人呢？一袭简约而脱俗的套装，脖子上戴着很低调，只有行家才能看得出价值不菲的项链，又在下午时刻点一杯高度啤酒来缓解你等人时的紧张，这难道还不能证明你等的人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只是不知道我等的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想他一定是能和你如此不平凡的品味和如此动人的美貌相呼应的美酒配佳人。我叫雷达，我能请你喝一杯。原来雷导的口才也是如此动人，看来您今天是有备而来了。面对如此佳人，我怎么能不准备呢？唐总，很高兴认识你。重新认识这么风趣幽默又有学识的你，我也很高兴。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还会有这么巧的事情，我的相亲对象竟然是你。而且更让我觉得意外的是，像您这么优秀的人竟然还没有成家。像唐总这样既美丽又能干的优秀女人竟然是单身，我倒一点都不觉得意外。为什么？因为你太优秀了，所以很多男人都望而却步。不过我倒是不得不佩服我妈的神通广大，居然找到你头上来了。上一次见面很遗憾没来得及留你的联系方式，没想到今天我们又见面了，看来缘分这种东西真是妙不可言。唐林，哎，许志，来一起坐，都是熟人了，我就不多介绍了啊。坐呀。亲爱的，嗯，他就是你说的要见的那个人。是啊，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特别有缘分呢？缘分。亲爱的，有一些缘分啊还是要小心的好，道德败坏损人利己的这些事情啊，你口中玉树临风的雷达先生全都能够做得出来的。你看他表面光鲜亮丽，是不是实际背地的内心极其的阴暗可恶，为了一点小利益就出卖职业操守的这些事情我亲眼所见。垃圾人渣这些词都不足以形容他的万分之一。今天我忙，改天啊我慢慢跟你说这个人的故事，我是三天三夜我都说不完，你自己小心一点啊。我先去忙了。唐小姐，我跟他有点误会，他净胡说八道呢。哎，你不坐一会儿了吗？不必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联系？我想以后就不用再联系了。哎，可好了，这可是我们王家生产的王牌产品呢。王牌产品，长时间保温呀，烫手。小姑，我跟你讲，这个了不起，可了不得了啊！它可呀，穿戴48小时，透气性绝对强啊！这个呀，才是我们工厂真正的王牌产品。是是是，这是我们王家的王牌产品。我跟你说，孩子还没生出来呢，这着什么急呀？是不是？是不是？哎，我跟你说，那也没事啊，小孩又不着。大人早晚派上用场。是啊，为什么呀？哎呦，你想想呀，这人有旦夕祸福，万一有哪天有个病、有个灾什么的，这那不是不正好派上用场吗？是不是？那个各位阿姨、叔叔，我来说两句。今天我们相聚在这儿呢，主要是为了薇薇和王闯的事儿，我们的重心点还是放到他俩身上，行不行？是啊，是啊，是该说说我们小闯和薇薇的婚事了。我们王家呢，世代经商，
这个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了我们小闯这儿呢，那虽然是居委会，它也是治国平天下的事儿呢。没那么严重，叔。按照我们王家的规矩呢，这个新来的媳妇啊，是要挨个的给长辈端茶敬酒的哟。对对对，不用吧？什么社会了？南方的服务员，这不能怪我。小不忍则乱大谋。什么社会啊？我跟你说，姐，他们家可真太过分了。先抓重点，说重点，非得要这个机会，非得要这个形式吗？你就是南方的兵，行，我敬。哎，是你奶奶，我就说嘛，看着歪歪这姑娘，对呀，也是蛮听话、蛮懂事的。就是呀，太懂事了嘛。哎，先给奶奶道，哎，对，先给奶奶道，哎，这才有点南方媳妇的样子嘛。好了，敬完了。爸爸就这才是我们王家的媳妇嘛，对不对？哎，打开二叔的，二叔你必须二叔，行了，最后一个了啊，最后一个，三叔，挨个来，挨个来，等等，给我吧。我们还没到呢，我们还没到呢。哎呀，你别忙，哎，快点，你要说什么呀？我上厕所。啊，那行。雷达，同学，你怎么在这儿啊？我，那个，我遇上麻烦了。怎么了？今天不是相亲吗？没想到王闯他们家来了这么多人，七大姑八大姨全来了。我是秀才遇上病，有理讲不清了。既然你来了，你可得助我一臂之力啊。这可是你们双方家长第一次见面。是啊。我帮你把这场面扳回来。好，走。我们许家近代可追溯到清末名臣许景成，官居二品，是李鸿章李大人的得意门生，北洋水师创办的主要人。所以说，我们许家不说是豪门子弟，也算是书香门第。我的干爹，名讳北洋二字，正是取纪念先祖之意。我干爹是景海市鸟研所的高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以，我们许家的女婿，第一得有一定的社会身份，要么名门之后，要么是官商贵胄。要在政府部门干，那起码也得是副处级。王闯，不知道你是什么级别？我，这你怎么说话呢？你我还没说完呢。我第二，我们许家的女婿啊。那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小闯，怕是方便面你也做不好吧？哎呦，我跟你讲啊，现在就没有说男人要做家务的呀。这是我们的事儿，男人不做。工作级别上不去，那还不得在家里好好表现，弥补弥补呀？哎，好了好了，我看咱们就研究研究这个陪嫁怎么给，嫁妆怎么随吧。对。听亲家奶奶的，咱们都心平气和的呀，讲正事儿。哎，说正事儿啊，来，你们看一下啊，这个呢是我们王家出拟定的啊，你们这个许家呀要给出的聘礼清单，你们看一下啊，看一下啊。我跟你们讲啊，这个我们家闯买这个房子，那可是我们家付的钱，对吧？对。这个要是和薇薇姑娘结婚的话，
那你们是不是应该准备一辆小汽车啊，作为这个随驾了，对不对？再说了，小两口买不买车那是他们的事情，对吧？但是亲家公，我跟你讲啊，这个钱啊，这个钱亲家公你是必须得出的呀。对对对，要出的。还有呀，外加这个金银细软、家具家电什么的啊，也都是按照规矩来说，都是你们女方该出的啊。这话我必须得先说清楚了啊。这个这些东西嘛，结婚以后啊，那都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对吧？对啊。如果说万一有一天离婚了呢，啊，这个东西啊是要两个人平分的啊。至于这个房产嘛，那是我们王闯啊结婚之前买的，属于婚前财产啊。万一要是离婚的话，这个房子还是我们王家的呀。对，二姑二姑，就是这回事。还没结婚呢，怎么说成离婚了呢？哎呀，我们现在提前说清楚，免得以后麻烦。俩孩子结婚至于分得那么清楚吗？当然至于啦，您是不知道呀，亲家公。现在啊，因为这个婚前呢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的，婚后呢因为这个出问题的那比比皆是呀。所以啊，我觉得咱们还是说清楚的好。你的呢就是你的，我的呢就是我的，对吧？我是嫁闺女，不是卖闺女。哎呀，那我们家也是娶媳妇，不是娶累赘呀、啊！哎，我刚才跟你说这个是开玩笑的话呀，不算清楚能行吗？大姑，你真的过分了啊！你怎么说话呢？这是？哎，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还没嫁到我们王家多媳妇啊！啊，你现在就小姐脾气收不住了啊，敢跟长辈说不是了是吧？行行行，回去再说。太过分了！没有人没命。闺女，我不嫁了。这些东西啊，你们也拿回去吧。什么呢？那奶瓶，王闯，你用得上。什么事儿都跟家里人说，自己根本就没有独立处理事务的能力。你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还没断奶呢。你在这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就你们这种抠搜算计，我不同意这门婚事。这。说实话，我跟你讲啊，亲家公，现在可是我们家抬举你们家啊！二姑，你不要以为我们家小闯啊非你们家闺女不可、啊！你这个知识分子说话怎么……我把话撂在这儿，你们家孩子想娶我们家闺女，做梦！